大家好，我是一车横评的主持人楚少，快到春节了，给大家看点不一样的。今天我将用为所欲为的万元车拍一期马力对决。打工人上线，教堂组合的冰雪傲人世界，堂主的热情没能融化赛道，在起步后他就顺利成为了落后的一方。当背负着巨大生活压力的中年男人遇到冰雪赛道，这就注定是一场安全第一限速60的比赛。让我们加快历史的进程，跳过他们肉麻的缠绵，直接切入比赛重点。好的，回到比赛已经是最后一个弯了，教主依旧在领先，依旧在蠕动，看来他是要把领先优势延续一整圈了。冲出最后一个弯，进入发车大直线。很可惜这一圈并没有出现我们期待的画面，但是不要紧，你永远不知道终点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来。现在进入一车传统保留节目安全车环节。我是真搞不懂了，这么安全的比赛还需要安全车吗？而且为什么是一台思域啊，场上还有一台 GK5 呢，都是本田，这不需要避个邪吗？现在带过了三号弯，哎，安全车它开始不安全起来了。这不是我是车手，这是江湖车神呐。车视频一共不过几种，试驾评测也有全俗在几种，但只有一车能做到通俗又易懂，给你来几个狠货，我们秒杀一种，开车就要为所欲为，我们只要10000块，十几难题花100万，我们来场拉力赛，不知道车后一回来一车后紧和柴，来马力对决，看千万超跑直线谁最快，技术都有高，和江湖车神比票，想要提高造诣，我是车手的赵毅，老弟先别着急，这里还有大鹏快开车的骚气和好戏、yeah、在车圈有两兄弟，这选车半道真的给力，国产车它再崛起，让工程万岁来告诉你，近者小者再旨意，刀刀车阵接地气，天眼车车新实力，真选车来帮帮你，哦谢不柔 Car beat 车节奏，看车吧兄弟，让我们这评测让你一次看个够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虎年大吉，虎年好！我们在一车金港赛道给大家拜年了，祝
春快乐，虎年大吉，过年好。楚少在真十万公里长测的拆解现场遥祝大家新春快乐，虎年大吉，岁岁平安。我们是一车华南兄弟，新年来了，我们在广州给一车 APP 的观众们拜年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福利大干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易小沙成都分沙，我们在成都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，2022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。我们是易车华东原创团队，我们在上海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。华北自主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。我是丹彤，我是东仔，我是汪鹏，我是大鹏，我们在选车 battle 拍摄现场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。